这样。啊，我大家薪水还有可能死掉，你讲啥？哎，无成就感。啊，无成就感，伊叫做啥？你搞咱的性命嘛，消磨啊。啊，来教练，咱呐有成就感，我就愈变化，愈变化，我愈精神愈好，我就愈爱讲。你听了，对啦，你听了，对啦，我来讲。哦，啊，过来呢，去岛人送我菜刀，送我香蕉，套大来，送我咸鱼，送我金鸡，搁送我咸鱼啊！哦，改进嘞，改进嘞，我拢去接啦。拢无掺农药的。没啦，没农药，只要改进嘛，方便。那在这里呀，这里。干净，哎呀，干净啊！歹势囝啦，我剩啊是十五个尔，十六个尔，我著剩十五。全部会使放坦白来讲，只会知啊，只规矩吼是斩人三块，准日人三块。哎呦，我起码我唔知，只一来话，你快来斩先，我帮你试看下咧。你之前去讲足甜足好食，我山椒啊啦。我安尼好，今仔日十五日来分分的，只好食好食。我承认，我哪会三十个啊？头毛乌，喙齿袂齐，太阳强，啊鱼仔惊有，啊过来啥，无老花眼啦。哦，啊要安怎做？要安怎做到安尼？头毛乌。老花以后头发变白，自然的。啊，可以，伊要安怎乌？我顶个同你讲过，食啥物？卡会乌是啥物物件？所以你咧上课我唔认真听，安尼就对啦，哦，学毛啊，啊，过来喙齿袂嫌，啊，变到喙齿袂嫌，敢有可能袂嫌？咱安尼从少年到即摆，用到七八十年的喙齿，敢有可能大家拢破？三十年纪拢安怎？足足在有无？有人举手？拢啊！哦，拢。都假就对啦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哦，但是咱即摆做啦，我不同你讲过，咱食有老喙齿有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食有老喙齿有重要？因为你若无喙齿，你一定无法度人补嘛，对不对？哎。啊，你无法度人补，你就愈无想法食。啊，你补无法，你就袂香，你就袂消化，就袂吸收。啊，电脑对比就无好，对无？所以我先讲就是，咱食老水煮安尼很重要。啊，变到很重要，就是咱来保健。啊，变到个保健，就是食了后咱来洗漱。哦，啊，水煮有定，咱就叫牙医去挂嘛。啊，咱有挂，咱有定有迄个酒气，咱去补嘛。啊，我同你讲，健保，健保，每挂年你会通去洗变水煮，免钱。啊，这是健保给咱的。啊，洗喙齿有啥物好处？答对了，答对了。你听无？因为咱牙龈，咱因咱过去洗喙的方法唔对。你洗喙是安尼是无？啊，系啊，安尼就是咧记记啊啦。安尼啊，上下。啊，无爱安尼啦，这个上面的牙齿，啊，从上面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颗牙齿要刷二十下。啊，包括牙缝啊，爱刷啊，啊，食了安怎？会黏内底嘛？爱安怎？爱用迄个牙线嘛？爱安怎？后内底卖物件，因为内底老物件内底细菌，伊会分解，啊，咱嘴会臭，啊，咱嘴。